开始。啊，警方于今七日凌晨一时许，接获八人报案称，在古山区九如四路遭人跟踪追逐。警方到场时并未发现任何车辆。经联系八人后得知，目前正躲藏在三民区中庸街一处大型停车场内。原警迅速到场后将三人带出。报案人严然表示，驾车行经古山区九如四路六百巷内时，突然遭两部车追逐，因此加速逃至三民区大型停车场内躲藏。警方抵达时并未发现追逐车辆。经查证，严然所驾驶之自小客车系由前镇分局所受理民众报案遭侵占之车辆。警方于通知报案人领回该部车辆时，领回人表示系其公司自力救济，派同仁前来追查并要求返回车辆。警方于发完所遭侵占之车辆后，将严姓驾驶依侵占罪移请侦办。